是咱台湾人的电视台，现在要为你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郭姓王甲苗裔贤惠答应要替金简单的一家团圆，金简单想讲要先得了后生的心，郭姓王就替牡丹烟头去换蛋来相亲，结果失败，我今日也真失望。苗裔贤惠只有属于金酒款的保证金，阿林老爷是叫一卡金酒款变家的玲珑丝。李勇敢的某身躯边有一些歹物啊，迄就是七世完成做主用袂了的。七世是讲，昨昏到今仔，敢有发生什么奇怪代志？若有，迄就是鬼某害的。唔对咧，我感觉吼，迄有人来甲我创空。我昨暝哪就有看到四配咧。歹物啊，会使变作任何人的模样来带你创治。你无爱相信我，我嘛无法度。反正你即马有歹命低调调，你的钱拢变作纸钱，你的大厝会变作鬼厝。等时机一到，你就准备做鬼新楼。哪有可能我的钱会变金纸？来！我的钱真是变金纸！哎呦！阿娘喂，来安尼啦，暗着真诶！你哪敢唔相信我？你得来等去看。我，再看吧。来安尼啦，来安尼。金妹啊！林老爷。我最爱你耶，你跟我去地府好吗？哎呦阿娘，哎呀，不要啊！阿娘啊！哎，记得先啦。哦，你有够厉害嘞！你讲话拢属实啦。拜托，你救我，你救我，无我会无命啦，吼！这件代志无好办，因为鬼某一旦出入来，伊是绝对袂放你煞，除非你将新娘嫁给别人。啊！因为迄个完成这组复兴伫新娘馆顶，只有你的新娘嫁予别人，你身躯顶归气，才会过予你的人，你才袂阁受苦。我快来办。哎呦，阿娘喂！对啊，我无伫咧，安尼是太好诶！今晚我只要甲阮烟斗哦，带去彼边做新郎，到时阵哦，一切代志就圆满解决啦。阮素配就倒来我身躯边啊！哎，对啊对。哎，今仔做烟斗，哎，大门哪松掉咧？哎呦！阿爸，烟斗诶，啊是你哦！哎呦，你什么代志遐勇讲啊？阿母昨暗甲我关咧大厅啦，真正撞出来啊！安尼哦，阿爸去我紧，安尼拄好，你即马对我来哦，咱来去小媳妇吉米啊，吉米啊，好。恁两个甲我动诶，想要去倒位啊？素培，你听我讲啊，我即马是要带恩堂哦，去甲你的乖媳妇吉米啊抢回来啦，啊，回来才向你解释啦吼。青菜公公的，我不准你哦，把烟头抓走！哎呦，受不了！
你我输袂，你莫来乱啦，阿达，咱紧走。哎，阿达，阿达，阿爸，阿母的皮啊！哇！啊！阿达，你今日真正做了，杀你阿母，你真无用！啊，阿父死嘞啦！阿爸，咱紧走啦。哦，输袂，死嘞啦，阿代志做快紧嘞，我等下来解释啦，好。对对对。真是去歹命提身，我爱我这条老命吼，我一定要赶紧送嘴，无我命会休去哦。李永金，你紧甲爸母摕摕出来烧掉，若无歹命会一直来对了掉。安尼哦，金米啊，为着你，哦，阿爸为着我，来来来，我即马吼。甲这张吼卖身契哦，啊烧掉，啊你去找你喜欢的人吼。我讲吼，你若看有喜欢吼，做你去嫁啦。吼，我会嫁金银财宝给你，以后你食穿就免烦恼啊吼。老爷，起口，走啊！李永金，我即马已经伫雨伞饭店做伙，把雨伞甲金鱼的阴面白做伙伞落来，只要接到迄个雨伞的人，就是后一个水的人，我就是替你去看卖，看迄个水的人是啥。我先来走。多谢囡仔仔，皇上启程，驾驾。虽然郭姓王甲杨义新辉顺利将金鱼啊为林家救出来。不过烟头一直无多提出勇气保护金鱼啊，敢讲敢若靠神的力量，因两人都有法度通结为连理呢？金鱼啊！烟头诶！烟头，烟头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你紧甲金鱼耍手过来，安尼金鱼伊面哦，就扛到你遮，进去，进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快进。好，我真是我烟头哟，甲金鱼也团圆啊啦！金米啊！老火棍！啊！来打！祖母，你莫来乱啦！你今日烟台哦，你给金米来好耍啦！我看你啦！烟台准备啦，我的手杖！烟台，来来来！金米做伙啦！烟台，烟台，快点！快点！来啊！我今仔变安尼，一输变乱输。啊，唔过这件乱梳又可以变成喜梳啊！阿金啊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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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苏北，苏北，你要干嘛？苏北，啊！大力强，大力强，我看看，啊！这样。哎呀，你真是我良心呗！我年纪不好贵，你爸爸是不好贵了？我啊！这没。哎哎，苏北，你来去哪啊？我早就来讲过啊，我讲拢是真实的。我对二十年前弘扬法师
要来这个所在，我从来都没交过任何女朋友，而且这是你做我护身符，我伫在你身躯边，我有可能将你放袂记起来。这是什么证明啊？我才无咧信咧，惠弟。你跟那个查某做伙，我袂找别个查某嫁。你小别讲啥，我是你的红婿呢。刚碰伊一点啊，都袂感受到我的真心。你是在作秀我的心的。看囡仔生，竟然将金玉的线甲伊面拢抢去。我看哦，我先替我引导的，金玉也抢到，才去讲。我小等下才来解释你。我来讲，我不只是想找别个查某人。我永远哦，都是你的查甫人，你听到无？来啦！你才起你啦，好啦，知啦。好啊，你稍等下哦，乖较乖嘞，别过来，知无？好，好，来来，乖乖。哎，他这里。啊，简单，这卖已经不是真心的问题，是你这么少年，我煞这么老，就算你袂去嫌我，我嘛知影我家己陪你袂去啊。咱两个人注定有缘无分啊。人讲老翁疼姊妹，姊翁不如母。厝配一辈老母配少年翁，敢讲伊个简单的缘分到这为止。恁头因三人总算会坎坷爬倒起来，念过起来了后，四个都无看金碧的人影，因为想讲要赶紧去庙，赶紧来先问下清楚嘞，想要告公。小蛋子。甲金玉拜堂啦，应该是我唔才对。金玉，我总算是讲来求你啊。嘿，安内是你。哎，金大生啊，你先变这里出来哈。你那哎，你咪讲你从金玉啊，哎，伊面那甲山看做伙啊，是嘛是啦啊。我本来是想要用雨伞甲因兜囡仔绑做伙，现在也是去予因失败去啊，只好阁找别个办法来弥补啊。拜托的，会使甲我拜堂的人，就我的夫人，所以我心里有动了嘛是伊。夫君，想袂到过这么久啊，我阁会叫你一遍。是啊，原来你是一只阿婆。啊，唔是啊，唔是啊，啊，我的建议咧。我的记忆在哪里啊？恩导，你最好可以来啊！你敢会使未来的？要着，谁才是你的新娘？这，免惊，阿爸，让你靠，阿爸来紧。那不新鲜姜无？阿爸，放管什么规定啊？规定哦，我甲带金米一个人尔啦。无论发生什么代志哦，我拢甲金米找上来。啊，我的金米啊嘞，我的金米在倒啦。恩达，我伫遮啦。金米啊！金玉啊，我一世人袂阁离开你啊！虽然我毋是真勇敢，啊，毋过为着你，我会愈来愈勇敢，做一个有担当的查甫人。你嫁我，好不？拜天地，拜。
普通。拜。夫妻对拜。拜。代志总算圆满啦。阿伯，你再查一下。淑慧，你冲啥？哎呦，淑慧啊，安尼也变到这糟老啦，你是不是破病啊？对了，我即马就是够老够歹，我根本配你袂起。原来淑慧哦，是会起这件代志啦，我有啥物天大地大的代志？你敢有法度处理？我即摆哦，随来甲阮水果处理好势，恁看。师傅，你真正听我讲，你袂配会起我。你谁人要感觉你家己做臭老的？我根本就袂感觉你做臭老的，我嘛袂计较。我爱是你的人，是你的心，不是你的外表。我拜托你，你再搁将这件代志放在你的心肝内，好不？你是在讲啥？我在想啥？跟你有什么地带？人讲爱翁为翁还，爱某为某苦，淑慧心肝还是无度解开，真简单，是变怎一家团圆呢？我拜托你，你再搁将这件代志放在你的心肝内，好不？我来想啥？跟你有什么地带？你走开！你走开啦！你走开！淑慧，淑慧，听我讲，你也有些要结婚，一日是阿母，那永远就是阿母。不管你生做什么模样，你伫我心肝内，永远就是迄上水上水。我的水母哎，你给我点气，我袂阁相信。你好听话，你出去。我，你两个卖去冤家，好，真简单。你若听到臭乱讲，这件代志你会先处理，真正够破风啊。李南生啊，你阁敢讲我，拢嘛是你。你若要遐早入来哦，我早就把咱水果处理好势啊。哦，那安尼无需要我来斗相共啊吼。来，这是一罐彩色浓浓的花油啊。简单，你某唔是安尼想笑人，你把这罐拎落去，你就甲伊边仔啦。你某才袂把你气呀。有影。好，我是林。干你，不是林。阿爸，你真正变老。干他！你来这里讲啦，我啥都不要你做，安尼你就减不上你的青春，你敢知影？你那个干的啦！我愿意为着你变老。你敢会记起当年咱成亲的时阵，
咱捌讲过的话，人有拒绝讲，他们做会变老，要白条街闹，过去一步。我真简单，即马就讲会到做会到。我命叫真简单啊，我人生虽然真无简单，啊，不过咱即马安尼一家团圆啊，安尼敢毋是真好啊？来，卖哭，卖哭，啊！你拢坚持二十年啊，到底讲什么笑话？真简单，你也要有往中体现一家团圆。今嘛，我甲我某马上家拢来等，水宝行，咱来等。原来囡仔生的阿母是郭姓王爷，甲妙玉仙妃。水宝，恁老爷恭喜，咱今日拜拜，感谢一个郭姓王爷，因甲咱新庄人一家团圆。俗语讲：“人无成愿，天必将至。”需要的自卑心，和郭姓王化解了抗战二十年的恩怨。真简单的一心，也有郭姓王帮助伊阿母解除了二十年的劫灾。虽然讲善不一定会善报，但是唯有善心，才有可能有好的回报。咱一般民间所看到的形象，拢是端正庄严的模样。但是姓王公甲别人无共款，伊的造像竟然是翘卡。听讲姓王公这款的模样，甲因老母买回做神仙有关系。伊妈妈足着急吼，走来到现场的时阵吼，咱郭姓王公伊其实已经盘脚啊，吼啊只有左脚呢就被他妈妈扯住了，吼伊妈妈给扭掉了。虽然郭姓王公那也看到讲吼，伊的左脚吼其实是他是没有盘起来的啊，可是他就是这样升天的，所以阮台南妈妈是拢叫翘卡。民间传说，姓王公得到了后，娶妙音仙子为妻，生十三个囝，也就是身躯边的十三太保。但是某人感觉讲，十三太保不是姓王公的囝，是家己的化身，或者是伊的保障，未来甲姓王公做伙守护信众乡里平安的。查甫人想怎会标体？无大志，家己大肚妈做害大腰，大腰用救助笔来报恩，再将囡仔送红晒巴肚底。阿西饼是跟阿生出蛇卵，无大志起个将蛇卵啊放水流，搁头地变远来繁殖，准备到囡仔死里巴肚底。无大志本是人救助，最后竟然招来囡仔冤魂。下礼拜讲这个时间，请跟着收看《戏说台湾》大肚妈救助之难。在风雨中怎来拄着你？过去